各位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《美味餐厅艾米丽的圣诞颂歌》游戏影片。那好不容易抓到点时间才赶快拍摄，那因此上一次的挑战都还没解锁，不过我想这个倒是没什么关系啦。那这次的话就是从53到56，然后最后57到61，那有可能我54到56的时候就先做一个中断，然后再继续拍摄57到61。那因为这游戏也快结束了，那希望能说赶快做一个结束。那我们就先从53开始吧。好，圣诞老人呢？哦，看来这件故事好像回到艾米丽她那个时候，她那个时候很久以前故事的。那有可能，我是不清楚有没有故事剧情啊。还好没有被那个老婆婆看到。啊，老样子啊，依然要找老鼠。哦，稍微重玩一下，我真是眼花缭乱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好，我们要先烤火腿，然后才可以拿起来。那真的是有点眼花缭乱啊。啊，烤焦了。
这个陷阱题还真多耶。
哦，我的天哪！这关最大的难度在于说，火腿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烤，而且烤的速度还蛮慢的。我的天哪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好玩呢、啊。这下囧了，这下真的囧了！别让托盘一次出现两个，OK。这个礼物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三不五时都要去考一下。通啊！差点被陷阱题给骗到了。拜托，你生气我也生气啊，大哥，阿干。
我真的觉得，为什么这游戏后面的客人超级没有耐心欸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理他了。啊，挑战失败。我真的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真的是哦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脾气那么火爆？看得我就是有点火爆。先不说挑战啊，这个光等候的耐心就已经完全消耗超快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欸。那佩姬做圣诞之星，应该是他行李忘在那边吧？找到魔法回力，我要怎么找？哎，奇怪，我没有压到吗？
哦，可以考两个赞哦。当然是有机会三星啊，比上一关好多了。我说真的，上一关是因为还有一个挑战想挑战呢、啊，那这一关就还好，挑战这一关挑战就反而比较简单，比较稍微能够放松。拜托你快点选好不好？你这个客人。这下糗了，先买这个垫子吧。我觉得在台前客人耐心真的他妈有个低的。我这下知道等一下干嘛了，因为等一下就照顾小孩子，结果我们要自己去清理那个玻璃。等于说我整场都几乎要让客人保持开心了，这下靠背。哦，为什么他们的要求总是那么低巴呀？哦，气死人了！算了，我不讲弄挑战，先有剧情再说。重来！真的是吼，他们的要求真的超低歪的。
干！你他妈的死老头，真的是！啊，终于！好，那这是五三到五六先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这过程真的是玩到有点堵栏的情况呢。其一是因为客人来的人数太多，那要求的东西又要跑上跑下。还有一点是有一个挑战，那个真的是蛮机车的。不过我想那个时候自己回等游戏破完再自己去挑战呢、啊。那还有个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火腿也要烤超久的，我的天哪！那一个不注意，结果造成说火腿烤焦，然后又要重新烤一次。那再来就是果汁的部分啊，因为他在二楼了，所以要跑到楼上去，还要等一下。我讲就是一开始会觉得比较困难，那等到之后解锁比较高级的物品，应该就比较好一点了。那还有第二，另还有那个难题就是说那个火腿套餐，它的客人要求蛮奇葩的。
有些要竹笋，有些不要竹笋，有些马铃薯，怎么有的没的，反正就一大堆的那个要求就对了。那我就误以为说他是全套餐啊，结果我就给他送过去了。那我讲这个应该算是，我不知道是故意设计还是说没想到，说没想到玩家会稍微这么手残啊。那下来，那等一会儿我就是从57到60了，那之后再是第61的，那剩下的我就自己再慢慢玩啊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